Hello，明天发货，然后我先拍一个试机视频，简单的拍一下吧。开机，首先这个是索尼的这个口红机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屏幕是正常的，没有黑也没有霉，然后拉远拉近，闪光灯。上下左右都是好用的。然后下一台的话是这个卡西欧的翻转屏幕，也开一样，开机看一下。这个显示没有内存卡，然后我先找一个，它这个用的是 CF 卡，用的是这种。重新开一下机，我们调一下这个模式，看到这个正常伸出来的摄像头，然后第一次开机稍微有点慢，现在好了哦。现在好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摄像头，还有这个屏幕都是正常的，没有什么阴影啊，也没有什么黑点啊，也没有的，都是好用的。然后我们拍一张试一下。闪光灯正常，然后，是的，按一下，可以看到是有反应的。